지겐 난데 하시키 위도 바뀐 슈도 위도 바랄게 보 함께 함께 뛰엔 세랑 순수 코 안심 세랑 순수 코 안심 함께 함께 뛰엔 신대겐 통신 안면 신대겐 통신 안면 함께 함께 뛰엔 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也有真心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欢迎收看《用易理人天》。师父弘文上师开始，已经给咱开始：诸法无常，法无定法，非法非非法。弘水嘛是给咱开始：诸法无常，佛法无哪共款开始，诸法的无常。所以我们只有真相，所以我们就是真正的生命，真正佛的慧命。我们所学的真理、道理，这是真相，其他都是无常。我们来体悟到人生无常，在我们世间，今天我们是王侯将相，有可能明仔我们变成凡夫走卒，这随时都会发生。我们来超越，看待所有的众生，在我们人世间的一切，我们要超越，将它当作是体验人生，这样你一定会过了很快乐的。今天接受我们访问这三位法师，我们现在就来做介绍。第一位就是三宝寺后里三宝寺的元和法师。元和法师你好，阿弥陀佛。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善信大德，我是后里三宝寺元和法师，阿弥陀佛。好，接着我们要来介绍，就是大安寺的圆仁法师。圆仁法师，你好，阿弥陀佛。你好，大家好，我是大安寺圆仁法师，阿弥陀佛。接着要来介绍，就是仙佛寺的圆泉法师。圆泉法师，你好，阿弥陀佛。师父要七师姐你好，大家好，我是仙佛寺的圆泉。三位法师呢，跟随师父学法弘法已经都是很久的时间。我们现在请他们来谈一谈，他们跟随师父多久了？再来呢，学法的心得跟我们大家分享。元和法师，主持人，我跟随师父是民国1985年第四届易心心法研究班，到目前为止有20年了。是，从那时候20几岁。刚退伍就跟随师父读易经，以前也是因为家中不平顺不平安，承蒙师父的来家里帮我用祖先牌位之后就比较平顺了。后来学了师父的妙法，帮助一些周遭的朋友是师兄弟，所以说我们易经风水真的是很好的妙法。是是，所以其实大家以前刚刚进来的时候呢，都是从不懂进入开始学习，从家里调整好，那再来呢就是学了跟师父学了一长时间呢，再来弘法。那我们想请问一下圆仁法师。好，我是2001年从公司退休，是退休以后就跟师父来学习这个法，那前后到现在快15年左右。是，那在这个当中我也认真在学习了，很多妙法就是根据师父所开示的，对阳宅方面有一些不如法的改一改，那大家就顺了，大概这个是最主要的。那么在这15年当中，比较有心得的算是安公嘛，跟行为这边是靠心得了，一挖的就用。那阳宅改改改的，好，安尼都好，大概是这样。以上是我的感想。这按公妈个行为吼，这嘛最重要的吼，因为公妈行为吼，这对咱兜呢，就是一个修好心。如果你若是讲这行为啦，还是讲公妈安尿无好者，真正是咱世间的人也是吼，这子孙也不平安了吼。不过我想请问一下圆泉法师哈，跟随师父学习多久了？有什么样的心得？是，我是
民国八十四年，师父都伫即个古迹兰馆，伫遐做墨宝展，或者四日来墨宝展，刷了伫即个南口体育馆，吼、要开即个阳宅风水传话。当时咧，因为我开两骨四个面拢失败，嗯、那么穿 T 衫也怪啊。是，师父讲你这都未当转亏啊。哦，那么你就用心眼来看这个墨宝。嗯哼。了，你教我等下山顶修行。是。哦，无咧。哦，我看你要大庙，也是要大病院。嗯哼。啊，终于我就来个山顶。哦，来山顶甲师父修行，师父安排功课给我做。另外，家己运动，啊，多做加持，我身体一直好起来。了来，一直跟随伫师父身躯边。书伊个讲经说法，顶顶伊记录拢有我的经历、嗯，所以我伫遐嘛学得真济。是，然后书叫我过来，过来，甲大家结缘哦，来上课，教学相长。嗯、我其中学了真济，啊，所以我现在行较多，所以我行过看过，无论主题哦，还是什么店，或是伫工厂顶顶哦，我看过拢是成功，或是来医脑性病。好事做是困难，咱从挂时间开始，大家拢得到真好诶，即个回应。嗯哼，是，所以按家己身体无好，一直到有人走门到今麦来，完全呐、啊、身体非常的好，而且呐、啊、开始弘扬妙法，真叫做无简单哦。所以咱在讲后来学习易经，其实易经的演化呢，是从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呢，再来演化成六十四卦。384爻啊，哈，所以咱知道讲，哎，这个变化无穷。可是呢，等你知道这个六十四卦呢，其实你已经掌握了我们啊、人生的一个轨迹。所以你家万喜梅敲门来圆圆法师哈、哦，那为什么呢？熟悉六十四卦呢，啊、就能够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原因。嗯，对，刚刚主持人讲啊，就是六十四卦。那这个六十四卦就是我们易经还有八卦重叠起来的，那么这个六十四卦在我们唯心圣教里面啊，就是人的命卦，每天都是一个命卦。嗯，那你世界人口大概64亿，我们总归纳为64卦而已，所以这个一个卦包含万千。嗯，那你要了解你自己的命运的话，是你能够该走怎么样的路，是你是不是能够当老板啊，或者是当公务员比较好，看你的命卦就可以很清楚。嗯，啊，有人看讲，当别人在做生意做好赚的，伊也要去做头家，啊，结果开了两三年以后就关门了，嗯，因为他的命卦啊就是兄弟持世。是，那师父也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了，他说一位大学教授到仙湖寺去拜访师父，嗯，那他这个教授说啊，他的孩子在中国大陆经商，嘿嘿，都不顺利。是，啊，师父问他你有没有占卦，他说有啊，好，占的就是火地进卦，嗯，哦，他认为这个是不错了，那师父说就对了，火地进卦，兄弟持世，嗯，啊，当然做的是不顺啊，没有错。是。那另外，假如说他的命的关系，哦，那再加上配合时间呢，这个当然是比较复杂一点。不过看这个命卦，大体上大概就是这样子。嗯哼。那你假如说兄弟持世的话，当然你做公务员最好了。哦。我们想人讲哦，人做头家较好谈。嗯哼。哦，咱小小也都好，认真做就是啊。是。啊，你若知影易经以后。啊，六十四卦当然可以用命卦来看整个人，其他的话应用上面，你比方说你要办个户外的活动，啊，在10天或者一个月以后啦，你不知道天气如何，那怎么办？啊，所以你占个卦也可以占天气，但那一天会不会下雨？下雨的话我们就改期了。啊，假如说阳光啊灿烂的时候，我们做起来这个活动就会很顺利。是是。那另外我们可以用这个卦，你要出国啦，那是不是要先占个卦？这很重要。嗯哼。哦，假如说你不平安，你偏偏又走跟着出去，结果去啊破病倒回来，那这个就划不来了。是。易经是大学，大学在易经，为心性教，尊天法治。
那你占个卦就可以预先知道这个事情。是，那在按我们一般的话都是看那个卦意啦哈，那我们这个实用的易经会有一个有一些不大一样啊，比方说刚刚讲的这个火地金，按照卦象来讲是除地得金，是本来是很好，是，可是你要做生意的话，兄弟持世这个就不好了、哦、所以刚刚的那个例子、嗯、啊，另外还有一个离为火、大家以为是天官赐福，没有错啊，是天官赐福，但是我们不是天官呐、啊，反、正我们要赐福给人家，是啊，因为兄弟持世，所以对你自己来讲也不会平安，啊，所以这个要了解这个卦啊的这个来龙去脉、然后对你自己的这个生活才能够做得比较顺畅一点，是啊，像今年是乙未年，啊，未、是坐太岁。愁是冲太岁，所以大家就安太岁，是有这个关系。所以从卦象里面我们就知道，譬如说我们知道在每个学院他在学习的时候都有一本黄色的叫做易卦与人生哦、对对对，这里面的这个64卦哈、写得很清楚，但是刚您提到就是只有看卦象而已 啊，里面的动来动去还是要我们真正的去了解学习，对，所以这个就是要大家来个学习才能够进入，不然的话你就看这个的话可能看了半天是还会有所走样啊、就刚刚讲的就是前那个火地金，这个就很清楚了。没错，所以说我们是因材适用了。虽然命卦是命卦，但是这里面还是有很多的玄机。对，那供我们参考。但是呢，你自己是什么料子，你应该要懂。对，所以我们底下咧讲，听讲一句话讲，看阿伯吃豆腐软软，其实看人家做生意赚钱，好像很简单。哇，咱这块买咧，那就不尽然喽。所以这个就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是非常的重要。冬年，如果我们可以将我们所学的这个易经呢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我们当然能够悟道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成道哦，而且师父还说可以解脱，还可以了脱生死哦，这很重要哈。所以圆泉法师南长公，你也是跟随师父很久啦，自己从自己的身体不好一直到现在可以当法师教课弘法了哈，学习我们生活易经以及用易的殊胜，可以请你谈一下吗？对，我们师父传这个法是叫生活法，也是生活用意。那很简单的讲，易经易是容易嘛，易也是简单啊，所以简单经是方法跟路啊，所以呢是一个非常简单非常容易的一个路途，也是它的方法。那么这易经呢，拢是啥？在咱12地支，十二地支是咱天地，咱日日在土下要应用的，另外把我们的天干天和地交合起来产生相生相克、所以有的用易经里面，我们有这些就父母啊，父母是什么？我们文昌，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长辈嘛，有兄弟是我们平辈，我们的这个，而且呢我们兄弟的人，我们是我们小兄弟的人，是不是心胸较开阔、较开朗，是你如果没有兄弟，你不知道做生意的，所以做开开嘛、对，也是劫财嘛，是是、你如果车财的时候，车财出世的人呢一定都有钱、往钱多要求比较不往就钱少嘛、再来挂贵是你的意志的你的坚定心嘛，自身了就是你的福报，你的技术，你的财产嘛，所以咱想想，伊太岁子孙的人，吼，顶界就咱一个学员，伊就带伫耍啦，讲，哎，我银木子孙的讲，你厝真是惨嘞，伊讲，对，这个咱来了解，是，比如嘞，咱就用书信，比如一个师姐嘞，讲，以前胖一件嘞，啥人替找无，卜这卦是天地辟嘛，一财出小，了嘞，伊化。心回头起来嘛，地化三日就惊心啊呢。讲你厝是毋是69年厝一个查甫囡仔提起？有阮兜底迄个，啊就去找。另外咧，搁在咱这个王分局，较早迄个红枪超商啦、吼，迄个金金银楼金楼。那么行事那个伊的迄个行事这个队长，伊就敲电话问我。老师，人讲你真抓袂着，
你从七八月到明年四月才会抓到。嗯哼。而且这个人是伫西南。哦，是啊。武功强嘛，刚好一江的心，真正伫中华抓到。是。啊，这样两中华抓到的心，你讲老师，当我抓到，那无物件嘞？我博一个卦，就以貌应貌嘛。哦，应貌讲啊，兄弟，我因刀因爻，我因刀是毋是姊妹啊？想托你都要去推，推就推着。真正伊都共饕餮金破链都因烧麦因屋顶，所以你看像我呢，足简单，就足舒心，是，啊，伊就破案了。是是，所以我们占卦的时候呢，神佛给我们指引，再来，咱到拄啊讲话讲哦，等你来用意悟道的时候，了了分明啊。所以讲哈，招北记为什么？刚刚我们圆圆法师也提到，十二天干，十天干，十二地支，天人合一嘛。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学习易经最重要的地方哦。在这里，我想请问一下，咱的圆和法师，咱长公，你也是跟随师父也很久的时间了哈。那师父也开始我们说，易经呢，其实就是我们智慧的根源，八八六十四卦就是我们智慧的泉源嘛。所以，但生活离不开易经，可是呢，易经呢又是呢万经之首啊。所以我被呛猛力的是讲哦。为什么懂得用意呢？那你生活真的是可以了了分明。那我听说你有人跟人占卦，就是帮了一个他用意他遗失的东西，竟然找回来了。我们维新圣教是中华民国的，我们是中华文化道统，是易经风水。嗯哼。他师父常开示，一道妙法指明顶，经行世间一万年。可见我们易经是多么殊胜。嗯哼。啊，在我学易经20年来，我从做生意，在遇到很多的难题。是。比如说，要去招标，嗯，要去拜访客户。是。啊，这个客户就问我会倒卖。嗯。我们用易经就可以占卜出来了。是。所以说。我做生意差不多也22、23年了。哦，是。啊，从20几岁开始做生意。嗯哼。到目前都是用易经来趋吉避凶。哦，是。把人给倒掉。嘿。结果咱拢闪开。人讲哦，生意加攀升啦，会收效才是老哈。对对。就像我们用易经也可以来收占哦。用易经可以卜卦。哎。这些人有问无？哎，对。有问，咱个认真去做。是是。好。啊，这也无问，咱是修啊做，修很紧，是是。所以说，易经真的是很好用，而且我们易经用在找东西、寻找事物、寻找事物，非常非常的灵验。嗯、因为我学易经从年轻就学了，嗯哼，啊，以前学真的是沉迷啦，嘿嘿，啊，很认真在学，是，啊，学了之后。当然，我太太她会考试嘛，啊，她我们以前上课都会，我都会录音，用 MP3 录音。嗯哼。啊，录音，我太太就会把我的 MP3 拿去藏。藏起来。啊，藏起来，我在客厅用手挂一算，啊，在哪边？啊，我就上去找一找，就拿出来了。是。啊，还有一件就是说，要报税了啊，刚好我有一个那个税单不见。嗯嗯。我好奇怪，税单就放在桌子上啊，怎么会不见？嗯、我就卜卦，也是卜去楼上神明厅那边卜一支卦，看我的那个税单放在哪边。之后我真的以卦象的方位去找，我想奇怪那个方位我找了3次了。嗯、结果我真的以卦象去找，详细真的找不到。嗯哼。啊，真的找到那个所得税的税单。哦，是。还有就一个。甚至说一个学员，他是以务农啊做那个生意，是他是说在务农嘛哈、啊、他在甚至说我们的进巴拉啊进巴拉啊他在割那个在采收的时候，他那个剪刀哦、啊、剪那个磨去，是啊磨去，他就卜卦嘛，嗯卜卦之后他就打电话过来。啊，那时候我晚上在开车，在高速公路。嗯。啊，我就告诉他说，在什么方位。是。啊，真的哦，他隔天，好、哦，他隔天去那边找，
啊，那个煎啊哈，我说那不是在地上啊，奇怪，你那个怎么会在中间，在那个树上那边？我伫巴拉掌的顶。嘿，对，伫巴拉掌遐。是。哎，个真正去去遐巴拉掌车，真正去有车的。是。所以说，易经哈实在不是一般的什么迷信怎样。没错，所以咱欢迎大家来学易经，你就会像我们的元和法师一样，这么样的沉迷，为什么？真的你会越学越有趣哈。那当然了，咱全台湾呢有36处的道场，24处的教室，拢欢迎大家来报名哈。所以咱在讲讲哈，常常以前咱拢看这些人讲哇，这是地理先的呀。他如果要来的时候，就会带个罗盘，好，那有一个小徒弟一定会提个包包，然后打开哇，这个罗盘密密麻麻的，到底是什么？等我们学了以后，人家才讲哎，真的一个罗盘。掌握了一个宇宙，一个天下，所以底下会被敲门哦。这是咱圆圆法师，这个24山呢，也方位的殊胜，还有呢，怎么样呢？避开这个六冲，还有三煞的这些案例。有学过的人就知道说罗盘里边是怎么安排法。但这边我告诉过一个没有学过的话，你也可以知道，啊，这个东西南北的方向。在这个日本到台湾来哈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三元地理带到台湾来，在都市计划里边将台北的这种子午卯酉，就是我们所谓东西南北向。是。那以台北来讲，这个中山南北路，就把这个台北市分成东跟西。是。那这个忠孝东西路，把台北分成北跟南，那这样子格局四个大的方位。是。那大的方位啊，三煞怎么去看法？去年是煞北方，今年是煞西方，所以你坐西向东的环师，今年就不要去修造，或者是西边的那个墙壁，你就不要去动工。那明年南方，后年东方，就是我们所谓逆时钟，这样子一年转一个方向。好，就是你没有学的话你也知道，但是你为了更精准一点，你还是要学，把那个罗盘拿出来，你这个房子是做怎么像的啊。那这个东西南北比较好分啦，那假如说有乾坤艮巽的话，这个就比较麻烦。是啊，像台中市，那你火车站下车以后，那个路啊，不是说这样直冲的，而是斜斜的。谢谢各位啊，可以到这个台中去看一下，这个所谓乾坤艮巽啊，艮巽这四个方位。是。那这个要特别注意的说，你是比方说你是坐前山的房子，那要看看要偏左或是偏右。只要偏右的话，是在这个西山，那属于西，今年是犯煞。那你放偏左的话是亥，今年是属于北，那就没有煞。哦，这个要分清楚。只要分不清楚的时候，你也会常常去犯到煞。这是简单一下哈，台北以这个台湾的地理，以用这个子午卯酉跟乾坤艮巽的话去把它规划起来。是啊，那你在台北走的时候，你说什么街，大概坐什么方向就可以知道了，因为子午卯酉啊，这个就很方便。是啊，那至于冲呢，子午冲啊，当然用12个地支去算就很清楚。但我们在台湾有一个习俗啊，男女分配的时候，姓吴的跟姓杨的无爱，人较无爱六冲。是啊，俗讲吼，六冲跟三合，大家都不喜欢六冲啦，喜欢三合啊。但是啊，俗说大家退一步的话，这个婚姻就没有问题。没错啊，所以你刚提到说什么六冲啦、三合啦，其实呢，你学习易经以后，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你懂得使用易经的阴阳相对待，就没事了哈。再来，您刚提到就是说，跨栏这四维啊、四正啊，这里面呢，不只是说想学易经、看地理风水的这些朋友，欢迎你来学。我觉得还有一个行业哦，开计程车的人，他要去考到这些地图啊，怎么开啊？如果他懂得看罗盘，不就更清楚了吗？对，所以说哈，我觉得。越访问到我们的法师，又觉得更妙了。你懂得更多，那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哦。在这里，我想师父常常开始我们说：“医者易也”哈。那
那太极也是一，万法也是一，那一切法也是一。但是师父也说，就是因为我们人太多的贪嗔痴，所以说呢，我们几千年来就是这个样子，没有智慧，所以没有开悟了，这是最可惜的。圆觉法师，我请问恰蒙利哈，学习用意的大智慧，怎么样运用在生活上面的殊胜？是，咱以生活意，用你生活意的，咱不要拿去用，拢用卜卦。嗯哼。任何方式拢会挂，拢是卜的。是，但是咱本法门呢，以占卦，占卦叫卜卦。嗯哼，那个米卦叫文卦。哎，你若道者一面啦，等等用米卦。嘿嘿。哦，这是咱的卜卦。那卜卦当中呢，咱就看讲咱要问什么，以什么为用心。嗯。你若像我问赚钱，咱就钱财用心嘛。嗯。咱若要问考试，就父母也为用心啊嘛，嗯、对不？你升官，要选举，哦，比如乡镇长等等，你嘛官贵用心啊嘛，对不对？哦，啊，你若讲会趁钱无，个兄弟当一定袂趁钱啊，劫财嘛。嗯。哦，咱来一切用顺利用。譬如咧，我是后尾曾经有一个学员，伊种菜。嗯哼。那么伊唔捌字哦。嘿。啊，用啥？用字，切拢先压缩的。哦哦。比如你正手里先的心，你若十五。吃一八一是七嘛，七就山嘛，对不对？嘿嘿啊，你呢用多少天，就用看多少的数字来算，嗯、啊，伊是三个卦嘛。嗯、哦，譬如嘞，伊就讲伊要种菜，嗯、种菜好不？叫伊现在是雷地一卦。雷地一，哦，雷地一卦的心呢，我讲啊，这会赚钱，伊讲伊四月底要种菜。嗯哼，哦，我一定会赚的。要种啥？大陆咩？我伫五月车才来种。五月车啊？因为五甲米合生的财啊嘛。啊哈。只那五去种落了咧，拄着风台。嗯哼。哦，所以一斤的大陆咩卖二十几块呢？哦，是是是。下下，伊那不挂无挂的心无财，伊就甲胖胖好大。是。哦，等啊有时机来种。所以种菜嘛失败，伊拢十几块才种。那么伊这里种，这里种道路面这里赚钱嘛。第二年不挂了，佮问我老师，我要种第二地，但咱三年，咱台湾无三日好风景、啊。好的人对好的嘛。是是是。啊，愈来明年就歹啊。嗯哼。我你卖啦，我卜一卦。重新占卦。哎、欸，重新占卦。是。结果人讲种椰仔菜好，哦哦哇！老爸一种椰仔菜都赚钱啊嘛。是是。哦，啊对啊，曾经有一个要选乡长，在南门，啊结果咧，我卜一卦，哎，天会动人呢，官贵出现呢，哎呦有望，但你的月日爱看的，月是你的金呢，嗯、日是你的人情礼义，哦，人情礼词，甲你发方面，但日咧。无旺，佫死，也是绝要求，你只较算嘛算袂着、嗯，有其名，不有其姓嘛、嗯。所以咱这就是讲，咱爱用哦，爱有这个属性来用哦，爱有地来用卦嘛。是哦，咱安尼都袂去失败去啊、嗯。啊，咱若父母也旺的囡仔的心，咱就过关键怎么样？爱读册啊。是。啊，那像一寡新结婚咯，我想来个来咱幸福寺啊来问。我讲你大几个月生，子孙要旺的时阵，一定迄时就有啊。嗯。啊，冇人讲要娶某，你车财要旺，必定得寅卯是你财。你来寅卯年月日时，你要趁钱嘛，有娶某嘛有嘛。嗯。啊，你早要嫁人是啦，官贵嘛。嗯。你官贵旺现的时就出来啊、嗯，对不对？没错。是啊。哇，所以这个卦象哈、哦，给我们显示的非常的清楚哈、哦。那你刚刚老圆泉法师个讲啊，哇，被竞财，竞什么财，什么财哈、啊？什么时候会赚钱，什么时候下播种？哎，哎呦，还是真的非常的好哈、哦。所以希望说大家来学易经，然后把我们台湾的农务呢做得更好。那真的是台湾其实就是一个美丽的宝岛了哈。大概按呢啊，如果农产品非常旺盛的话，哎，台湾真的是非常的有希望哦。不过圆觉法师，我想讲要请你啊，跟我们谈一下的是讲哦，为什么呢？在用意的时候，哎，我们可以减少一些损失，而且呢，有一些谈判成功的案例啦。这个我想很多人会想知道的。
最近刚好有一个案例，我们一位学员，她的老公在大陆那边是主管，嗯哼，算是副总级的主管，是。啊，他在大陆的事业很顺，嗯，他很顺，因为交友很广阔嘛。啊，他有个朋友也是大企业家，也是。他就告诉我们学员的先生说：“你出500万来投资一个事业。”哦，500万没有你了钱，如果了的话，嗯、你要5%的哦，5%利息，你出。嘿嘿，啊，你赚，全部拢你赚。那就好啊，他本身他投资了300万的人民币，是，一个大头家，算是投资300万的人民币。嗯哼，他就回来就请教我，啊，普之瓜，未谈呢，无你讲的较好啊，是，不可能会赚。哈哈，结果他就回去了，就去查，原来他的朋友也被骗。哦，是，因为他朋友本身也是。算是大企业家，他300万的人民币对他来说是小数目，但是对我们这些啊工作的这些就是算很大啊。嗯哼，所以本身他也被骗啊。嗯哼，所以说他们就没有去投资了，是就赚了很多。啊，另外一个案例就是在我们有一个学员，他的儿子交一个女朋友。嗯哼，啊，他很喜欢这个女朋友。是。啊，他的女朋友的父亲说，100万聘金啊，那不免讲。之后他就来说了，我就好啊，聘金100万，我100万，嘿嘿，我来卜卦，还是第一次去提亲，嗯哼，就要的，就选我就卜个卦，哪一天去提亲？去提亲的时候，他说变成50万，哦，降下来了，降下来那个50万了，啊哈。啊，再来就第二次再去提亲，变成30万。为什么他会一直降？对，我也不晓得，就易经就这样啊。啊哈。第三次、最后一次再去，你讲免啦，免聘金啦。怎么就拖起了？就拖起。真的，这个是真的是一个案例。这是到底跟我们的易经有什么关系呢？前世他们一直降下来啊。因为哈，我们时间空间，今天去的时候刚好可能是他父亲。算是说哈，心情不错。哎，是是。好啊，凡事很顺利。嗯哼。他就看这囝仔就顺眼的。嘿。就搞你啊，免急啦。啊，是是是。所以说这个，实在是哈，在谈判中实在是很好用。嗯哼。啊，还有一个案例就是，也是我本身的案例。嗯哼哼。我在我那时候85年学易经。啊，我在工作88年的时候，公司买一台新车哦。啊，因为我那时候都是跑那个公家机关，跑学校，啊，到台中的中国医药学院去洽工，上去下来，哇，车子不见了啦！糟糕，这个车子才买1个月、2个月而已，是新车嘞，新车是。啊，后来我回去赶快卜卦，问师傅说。师傅，我车子不见了，怎么办？可以找得到吗？对啊，师傅说，应该没问题啦。嗯。啊，说哪一天？啊，师傅就说这个再过几天哈，你应该可以找到。嗯哼。啊，我就卜过啊，看这在哪边？大概哪个方向啊？对。嗯。隔天对方就打电话过来了。嗯嗯。算是堵车啰嗦。哦。堵车的哦。是是。啊，因为我有看过，我知道他底线多少。嗯嗯，他第一次30万。是，你会30万给我，我车子在哪边？你去牵车。对。后来我就说，我吃土人，你30万无法度啦。嗯嗯。跟他谈判。是。最后多少成交？你知道吗？不会是3万吧？6000块成交。6000块，差太多了吧？因为牵车的人跟。勒索的人不一样的人，但是我们易经可以知道说他的底线多少，嗯嗯，所以说，而且我又说6000块，你搞，你来我钱来汇给你，你若无汇我变怎？伊讲不要紧，我做信用的，我做信用的，先给你车掉，哦，啊真的哦，他，结果你的车有没有损坏掉？没有，啊真的车有找到，啊而且就汇了，我们有信用嘛，就汇了6000块给他，是，所以说你看这个。
易经哈，真的是非常好用。所以我们说嘛，懂得用易的时候呢，了了分明哦。但是伊要甲咱降板仪，对，咱毛伊毛不发抖嘛哈。所以撇开我们的贪嗔痴，然后呢，好好的用心来学易哈。我相信讲，咱无希望大家车拢歹去、胖去，但是咱希望讲家里呢，大大小小都很顺利。可行不可行，好与不好，对与不对，占个卦就知道了。对，所以用于还有时空因缘啦。时空因缘好的话，有可能骗金一百万变个啊，变哪拢超起的好啊。哎，这个是非常殊胜的一件事情哦。所以咱较早咧讲一句咱台语的俗语讲哦，出门爱看，入门爱穿。对，哎，你就是要搞清楚，才能够了了分明哦。当年咱落座时尊哦。给咱开始，师傅呢，在咱这我们的这个神职人员共修的时候，师傅有提到，你多诵经的话呢，你就可以减少一些的障碍。所以老祖师尊呢，要我们诵经，也希望就是说，我们能够呢，让我们自己有个清净的心，再来呢，还有一个净化我们的思想，然后净化我们的念头，念头是非常的重要哈。所以延仁法师，我想要请问你哦。哎，请你谈一谈，就是说我们诵经为什么是我们修安心的一个上圣的一个法门？嗯，好的，在这里我要提到一下，好，先各秀一下，就是安心法器，安心法器很小的，可以带在口袋里面。是，有空的时候你就把它翻开来看一下，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把它翻开来看一下，也许看的那一句。可能就是你现在心里所感受的东西，哎，好，所以因为现在哈，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像台北哈，河安呐哈，核灾，日本311这个大核灾4年前嘛，是，到现在还有12万人无家可归，归不得，是，因为那个经过辐射的时候。不能住人，这边土地根本没晒。啊，万一我们台湾有3座在运转，一座还在做，万一有一天的时候，当然现在是不会了，但什么时候来，大家都不知道。是，那我们逃到哪里去？他说你要迁上30公里，那大家都要跳海了。这个是我们让我们不安。是啊，另外食的也是不安。这一两年来哈，黑心油啦，毒面粉啦，等等的，还有你吃青菜又怕农药太高，饮料等等的，这也是让我们不安的地方。是啊，所以另外，那像工作，大学毕业22K，不敢买房子，不敢结婚，不敢生孩子，那我们台湾变成老人社会，那这个社会我们以后怎么办？老人安心不安心，年轻的也不安心。那所以我们只好用这个，心灵的不安，用这个来化解哈。那随时来诵经，诵这个经。是。这个大概几分钟就可以了，5分钟左右哈。所以以前在上课的时候，我们都先诵一遍，然后再开始上课。是。那这里边我感觉有一句话哈，他讲得很好哈。他说：“我再念一下哈。”好。道在我心，佛由心觉。若是不觉，枉费谈心。啊，道在家中，道在事业，道在社会，道在国家。啊，道无高深，心行即是；若无心行，心行是佛。唯心宗教，切莫眼求。只要反省、忏悔、实践、力行本法，见性不难。重点在要反省、要忏悔、是要实践。是，你每天，要睡觉前赶快忏悔、反省一下。是，不一定睡觉，随时都可以反省，还要忏悔。做错了什么事情？还有就实行，做了以后就不要再去换，不要再换。这是一个简单的修行方法，还有念诵天德经是来消灾化解，是，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啊。所以最近师父也开始我们说一位年南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的水陆大法会呢，这是非常的殊胜，希望达到诵经千万部。而这个诵经千万部呢，就是说刚刚除了我们诵经可以让我们净化我们的心灵还有我们的念头之外呢，我想我们的魔障呢会越来越少。再来呢，就是说我们所诵经的这些功德回向给这些法界的话呢，让他们心开一结可以消灾化解。我想回归极乐净土，这是非常重要。
易经是大学，大学在易经，为心信教，尊天法治。所以圆泉法师，我想要请问你哈，诵经念佛的这个法义，还有利人利己的这个殊胜，因为你接触师父诵经是最多的，而且师父每次开示在我们法会的时候，我看你都是一直在记录，一直在记录的，来谈一谈。好，大家好哈。经什么叫经呢？经是路，也是方法。经是啥？各家佛所开示经，他修行的正果都是写在经里面。嗯哼。这呢是它的真理，是每个神佛都是它的真理的存在。那修行正果，那么我们要去这样诵它的经，念它的经，用在我们生活上。是，其实我在民国76年、78年，我派到印尼国家，派到印尼去的时候，接触到卢老师，卢圣彦卢老师。嗯哼，当时在国外一个人嘛，我就一直诵经。是，我每天从那时候开始起。每天都诵经2小时，而且从小呢，我就养成好习惯，10点一定睡觉，5点一定起床。嗯嗯，是，所以我现在每天还是保持的诵2小时经。比如我现在我们要千万步嘛，我早上起来是老子真经2遍，然后天德经5遍，普门品2遍，阿弥陀经2遍，金刚经1遍。嗯，哦，继续我这运动。而且人给人每个小时，水都不多一秒，水不少一秒。嗯，善于利用时间的人就成功嘛。所以我一面两斤两斤一面地做运动，其实我那念大悲咒的心，我就是啊拜佛功，爱吃的安尼安尼做。哦，啊，所以咧，我对念经我真注重。譬如咧，哦，咱家像头拄啊，咱圆融法师讲话《天德经》。就天德经这部，我就拢也背。每一经有3天王嘛，每一天王有一妙法存在嘛。嗯哼。譬如咱的世间，你讲第一天光去八方，天王姓名最尊荣，代理代会诸众生，感到法力人万民，叫咱的世间的人爱求。嗯。求者发达，你要求出智慧到嘛。嗯哼。哦，所以咱人囡仔要读书的人嘞，你叫第一天光嘛。过来第六天光去天方。天龙姓名金龙王，威震八方文笔，受正心财不灵，这是开发的地位。再来第八天宫当八当，天龙姓名文昌王，木火通明地无凶，哦，大地幸福永光明。那安尼心态都一定正好，哦，一认真对答，叫做木火通明嘛。譬如咱这囡仔若无答，即嘛是讲咱第二天宫当八方好意王，心里险恶苦莫问。慈悲度应何穷心，无胆的人，你来念这，嘛讲咧，咱世间的有了的啊，庄严家己是哦，即个，所以每一经每一经的好处伫咧，咱都爱善于利用嘛。譬如我伫这顶个月，我去大陆，那我要去的时，我知我四去共看风水地理，有4天，上尾啊天我知影苏醒起来，我就甲老祖讲，我因为《六祖坛经》迄部。那部经书讲3年，那本经我头写到尾拢整理出来生气嘛，这连的道藏集结起来嘛。我讲六祖大师依靠个孙秀玉去对了，四位怀疑，你伫石头旁迄个所在，我就讲我要来遮，那么我甲去看风水的头家，我伊就上网伫倒遐坐下去，坐下去结果开了这400几公里啦，遐伫山是足庄严的。啊，所以伊走的时嘛，走去山内底去哩吼，啊，真悬嘛。啊，当时去的时候，佮落雨啊，路歹行。我念了书音的传承者，嗡啊吽不隆啊不隆。你若念70万步的人，你会开悟见性嘛。所以我书传的话，我一定来认真来修。是。所以我来去的时，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去哩，落来一直落来。结果我去的，我老岁啊，68岁呢。哎，落雨的骨啊，我拢无拔落。哦，我叫我教我去的人拔落啦。是。哦，所以这酒咧，嘛，可能怎么样？因为个讲讲，咱过去拢是佛，拢是菩萨。是。大家莫受创的。嗯哼。哦，这是咱念经
念佛的殊胜。是是是，非常的好，法师也这么样的精进哦。所以说师父要我们大家一起来诵经是一定有他的道理。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一位年王禅老祖圣诞的这个护国喜灾水陆大法会呢，难得喜希望公可以达到我们闽洋两利护国喜灾，还有呢，这是每个人的责任哦。所以我在这里要请问咱元和法师，可以谈一谈，就是说为什么水陆法会诵经的殊胜，还有诵经它是利人天的这个殊胜的这个案例，可以请你分享一下。我们台湾是百教齐发，我们维新宗教是新兴的宗教，为什么我们水陆法会会那么殊胜，那么多人来诵经？因为我们有一张水陆大法会的文书，这张文书很殊胜，等于说我们诵经之后，我们这张文书，我们是水陆大法会请明德大法师来主坛，是把它用送法传的方式，送给我们的祖先，是送给我们的冤亲债主，送给我们的守护神啊，我们的阴灵等等，所以说我们是有凭有据呢。台湾那么多宗教，我看只有我们维新送圣教才有这种文书。而且诵经的功德很大。我们就有一个学员，她怀孕了七八个月，睡不着怎么办？是。啊，很危险啊，药又不能吃。结果就来诵一个部《鬼谷先师天德经》，就一直诵，一直诵，诵。诵了之后，她真的可以睡得着呢。所以说，针对睡不着的话，一定要来诵经。是，而且配合我们的文书，送《鬼谷先师天德经》。是，是，所以我们都知道《鬼谷先师天德经》有33天王降临来加持我们了。所以说，咱人世间的代志，几乎我们的《鬼谷先师天德经》呢，都是非常的殊胜了哈，是不是这个样子？对，哦，刚才咱圆和法师讲的讲咱《天德经》，咱买用对一个经呢。你像三字天公祝圣天嘛，天龙姓名大圣王，老尽无心啊无尽，身心自在最清明。咱若未困的时，都要念这个三字天公。是是是。哦，这来咱俩，所以我拢想啊，有哪些我上午等下再点我，你困念了啊，哦，都得去啊。哦，所以这样正好困的时。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咱道场都有这种33天王他的殊胜功德啊，我们可以去我们的道场呢来结缘，都有这一本哦，可以看看哦。在这里呢，我想利用一点时间，请三位法师来鼓励大家心中呢多接触我们的妙法利人天。其实我们最好的妙法就是易经、风水啊，而且还有诵经。所以说我们建议我们的善心大德有空的话，可以来学习我们的易经，让我们平安。是是，圆融法师呢？人生在世就是要来修行了，不是来赚钱啊。这个修行最重要，是你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啊。所以还是诵经最好。是，圆融法师。对，好，我们易经大学对不对？易经是大大的学问。他在各地方都是家庭教室，他家也是教室，所以那个电视，另外呢，我们这些大家，我们各地方都在开课嘛，我们大家去那里学的时候，那么很快我们就可以，让各位去那里，都时时有这些妙法传给大家，只要我们用心，都会学得很好。是，所以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易经。今天也感谢我们三位法师接受用易经两天的访问，谢谢你们，祝福你们，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同时，那么今感谢收看用易理人天，师父分完享受开始，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阿弥陀佛。